人嘛，不是树。人有两头根，一头在落仙人手里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，那么后人到那儿呢，那儿也就能栽扎根。我不去，我就不去。说啥都不去。新年一场，从宠刮到毒，俺还编的好啊。 说的俺顺口子很，我是有杀孽，一见风杀孽的话，俺留的人受不了。再起，蚊子把人都吃了，连狗蛋都咬进来。哎呀，我一回来就透酸水，你吃了死了吐上这。我的，我在这儿，最多是吃黄土，土比啥子稀啊？我还好消化一点。你给滚！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开会了。上面为啥要给咱搞这个刁装移民？ 就是摸楼，条件艰苦，不以生存的村庄，悠闲搬迁到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。实事求是的说，现在这个地方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，过不了几年，那儿就能变成咱们塞上江南了。明明是劝人家去过好日子嘛，咋这么难呢？讨厌，讨厌，咱俩包的，讨厌。废话先别了。 在用泉村的女子，你领一头驴就能娶。你是要抓我回去？你站住！我揍呀！快来人呐！跑出大山想搏命，咋都不如几个娃娃有魄力、有奔头，那都不算苦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。全家照你带上吧。 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，以后等我赚大钱了，那就带我的古迹、商海去北疆，那能治好我姑的病。只有汇成大河，奋力的把山劈开，把土划破，才有希望奔向大海。让更多的西海固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。二哥，跑啥去吧？跑金子，要不？对哪里？对哪里？ 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，是为了搭上一地扶贫这一班车。挣这么多钱？三四五。哎，老板，现在都说错了，头有点晕。那我们玉泉园未来的发展就不得了了。未来，五年，咱们这个地方好。 这是涌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，下一次就到闽宁镇了。